老张，这是干嘛呢？哦，我们志愿者在维护治安呢。如果你们有时间呢，也可以参加。到这边坐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先喝点水。我到里边办点事儿哈。你忙吧，王阿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水来了，一人一瓶，来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帮你。来。谢谢。我帮你。那我去洗下手。喂，小胡呢？他帮我把水给打开了，他也帮我把水打开了。为什么呢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就这么轻易的对别的女生好，不是脑子有问题就人品有问题。花花公子，我看的是你有问题，人家只是一个男人正常风度罢了。你可别欣赏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啊。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他跟你说的？你小点声。他亲口跟我说的。我就猜到上次吃饭的时候，奇奇怪怪的，肯定是失恋了。失恋了就回来找我们，绝对有问题。哎呀，行了，帮我把水拿着吧，我也洗手去了。要一会儿去阿喜家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买点东西，对不对？不用了，看看阿喜就好了。马上就到了。哎，老公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答应我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先放开手。女朋友。嗯。啊，你好，我叫叶兰。你好，我是田静的女朋友，我叫薇薇。那既然你朋友来了，我就一个人去看阿喜了。再见。叶兰。哎，老公，阿喜是谁呀？请你不要再叫我老公了，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那我不是来给你承认错误了吗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听我说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手不小心滑掉了。我脸很脏吗？你有心事。投入感情啊，最后吃亏的会是自己啊。大叔，可能误会我了吧。再问问你自己的心吧。大叔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人呢？妈妈，田静哥哥说，要是抓到了坏人，就可以找到妈妈。妈妈，你要等着我啊！妈妈，啊，叶老师啊，阿喜，你是不是想妈妈了？我想抓坏人，可是阿喜很怕，一想到他们的样子，我是不是一个没有用的孩子啊？
阿喜当然不是一个没用的孩子了。你看，你现在会很多东西了，你是不是会读书啊？会写字吧，还会玩魔术，还会功夫，而且每样都做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。嗯。我很想告诉自己啊，不要怕，但还是怕。我想找妈妈，我想抓坏人，可是又怕他们把我抓走，我还怕找不到妈妈。阿喜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太怪自己了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。是吗？是啊，你看吴老师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也有害怕的东西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嗯。他害怕老鼠。啊。叶老师，嗯，你有什么害怕的东西？我害怕我妈妈烦我。啊？我说我害怕我妈妈烦我，我害怕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害怕面对一段不该产生的感情。好了，阿喜，来，你听老师说，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勇敢。有了勇敢，你什么都不害怕了，知道吗？勇敢。对，勇敢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阿喜要勇敢啊！叶老师，你也要勇敢。我们一起勇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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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